在哪里？我快到了。等一下。好，我已经在咖啡馆了。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这几天休假，那不然我们去日月潭跟晴晴走走好吗？好啊，我们也该放松去走走了。哎，你看这间亲近佛罗伦斯山庄的那个威尼斯景观双人房，还有米兰豪华双人房都还不错哎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